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Wang Wenbin was asked if China will continue to purchase natural gas from Russia. 我们已经多次回答过这个问题，我也愿意再次重申，我们坚决反对任何非法单边制裁，制裁从来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有效途径，只会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和民生带来严重困难，进一步加剧分裂和对抗。 我们要求有关方面在处理乌克兰问题和对俄关系时，不得损害中方和其他方面的正当权益。中俄双方将继续本着相互尊重、平等互利精神，开展正常的贸易合作。